我是海如拉白木拉，做阿訇已经26年了。不论是在家还是室内，每天我会精神500倍。我69岁了，现在心花伤。 也没什么大的改善，三个孩子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，我也经常和孙子们见面。我一直都对饮食和机械方面非常感兴趣。你看我的新车怎么样？哇，你看这个发动机是最好的发动机。 以前我们两个干的时候这样，却没有。现在你看，好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在公社社会的开拓垃圾，个性生活都可以改过，也会维修，也因为这份工作有很多好同事、好朋友。到现在我们都常常聚在一起。 现在的生活条件进得太好了，以后就希望孩子们身体健康、快乐幸福，安拉保佑。